即系唔可以咁嘅，唔可以过嚟，唔过嚟，你讲边错？嗱，死，死啊死啊！啲咁巧死你啊！死啦！放假就啊，陪住你噶，只开心啊你啊，小老婆都冇咁开心啊，又闻咩啊？闻狗屎狗尿啊！哇，嗰啲鹰好大只啊啲鹰啊！阿小老婆真系唔敢放出嚟啊，好大只啊嗰几只鹰，哇！只鹰喺嗰度攞嘢食喎，系咪？放假就是这样的，所谓放假就是搬得过去平时怎么说啊，搬得过去平时不同的地方啊，那么给不给钱是一回事啦，总之是离开跟平时不一样的地方，那么去睡几晚啊，那就放假啦啊，那么最好什么都不要做啦啊，狗爸的放假就是什么都不用做啊，行下企下那么是啦啊，即是去一个不同的地方啊。咁啊！依几日真系又冇放，又冇放船，又冇咩 ，OK 啦，即系冇咁忙啦，啊，即系唔使搞到咁忙碌咯。咁好似少啲鱼虾蟹玩啊，咁但系咁你又多咗时间空闲咧。咁我又习惯空闲嘅，吓、啊，空闲就最好噶啦。诶，嚟，走了一天。